小扭大力，省时省力，省工钱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子涵，欢迎收看由绿丰公司为你们送上的第66期每周回顾。本周台湾大力丸团队参与了台湾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技资采展，本届已是马来西亚大力丸第五年参展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团队透过脸书现场直播当时的情况，服务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们。我们一起去看看直播视频。2020年第15届台湾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技资采展于10月10号至12号举办，可见现场好不热闹。农科院院长陈建武博士今年也亲临台湾大力丸团队展位，给予团队指导以及鼓励，感谢陈博士的莅临。那可以请院长帮我们简单做说明。错过了本次云林农机展的朋友们，也可以前往在桃园所举办的2020第15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技资采展桃园。有兴趣了解更多马来西亚大力丸的详细情况，可以莅临恩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摊位于欧区13号。展会将会从今天10月17号起至10月19号，为期3天，欢迎各位莅临，一同共享盛举。